师父开示过，就许愿一万遍解结咒后，可以每天不限遍数念诵。同修请问，每天最少可以就是念几，最少要念几遍？念什么？解结咒啊。可以的呀，每天嘛108遍都没问题的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那如果他是不是一定要坚持每天念呢？当然，因为他有，当然要坚持念了。他要想化解冤结，他不每天念怎么化解呀？但是他有时候就不念，然后有时候一天呢就念几百遍，这样效果好吗？你说呢？会有影响吗？你说呢？要么把水烧干，要么就把水放在那里不烧。嗯，是有点太极端了。好了。嗯，感恩师父。